Yo, what's up? 今天是星期五，我们就拍 Q&A， 答应了大家，星期五就会开始回答了啦。只要有杯降了，对，就会会被回复了。好，我们就进入正题，我们开始看第一个问题。你最崇拜的 YouTuber 是谁？我最崇拜 YouTuber 是这个。还有这个什么啊？林碧勇跟 Joshua C， 他们的拍电影的方式就是我很喜欢，就是你们电影级的，就是我最喜欢的他们那个地方啊。第二个问题是，你有想过要和其他 YouTuber 拍合作吗？有想过啦，可以合作的话是最好的。我觉得。可以的话就跟这一位合作，因为他们这两位有拍过影片，也是刚刚开始拍 YouTube 的，所以我觉得跟他们是比较好的。可是最好是跟那些已经拍有很久的 YouTube 的那些，因为他们有经验。第三个问题是我的体重。是秘密 ，OK， 就这样。然后就这几些问题问我的啦，剩下的就是挑战。去路上喊我是基佬 ，OK， 回去。耶佬啊，那我现在就去路上。我是 gay 佬，走啊！可以拍冰桶挑战吗？可以，你说说我冰还有桶，可以啊、哦。那就可以开始了。可不可以拍都市传说？可以，就这样。现在够力了，够力了，够力了！玩到过火，不小心亲到一个不可以，真的，亲身容易送身难，死说了。啊！你女朋友吗？我的女朋友，我女朋友。OK， 还有一个挑战是。找一个朋友坐在你的大腿上抖一分钟啊 ！OK 了 ，OK， 来，我的朋友啊，啊，朋友坐在腿上抖一分钟，啊，朋友抖，来抖，来抖，抖抖一分钟，来抖。我要上你的频道，可以来这边。还有一个是，把粉丝升到50，粉丝升到50是可以的，可是我没有粉丝，然后凭我的订阅个人数只是一个31位罢了，没有很多啦。然后还有一个是。谢谢，但是样子有一点衰。那今天的这 Q&A 就到此为止了。如果有什么还想问的，下一期的 Q&A 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